今天我们来介绍自制河粉的做法。疫情以来宅家无事，就喜欢折腾吃的，自己动手做好玩也好吃，自己做河粉来个炒牛河炒粉什么的特有意思。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，为了方便以后查阅，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。加入清水，将所有粉拌匀，静置两小时以上。圆形蒸盘刷油，倒入面浆，用石披萨烤盘。锅内加水烧开，把刚装好的面浆盘放锅内蒸大概一分钟。鼓起来泡变透明就可以出锅。为防止粘连，表面刷一层油。揭开放架晾凉。晾凉后切细条即可，可以做炒河粉，也可以汤河粉。这个方子做出来的 Q 弹有韧劲，不会断。技巧：面皮尽量摊薄一点，更能入味。好了，就到这吧，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关注。